今日日本仔投降的時候呢，嗰啲心就好歡喜啦。日本仔投降嗰時候呢，我啲由吉地度出嚟接收嗰啲投降嗰啲人，你聽講咧，哦，嗰啲槍搞出嚟，講日本仔冇槍啦，咪全部。 那就基地嗰陣時都唔怕啦，一唔怕時候咧，哇！呢啲日本仔投降嗰啲佔埋一個地方，我啲游擊隊佔埋個地方，嗰啲咧帶到我啲附近嗰條圍啊，有啲有錢嗰啲，嗰啲公屋啊，或者祠堂啊，咁啊呢啲就啲自己嗰度去咯，嗯，跟住基地喺放哨。 放哨啊嘛，有人睇住啊嘛，啊，啲日本仔冇槍冇火啦，啊，就係咁啦。咁我做唔夠十日八日都唔知道邊度去咯。嗰時我落基地唔知帶到佢邊度，我嗰陣時我啲唔知道嘅，啊，就係咁啦，遞走佢咯。咁啊，其他地方呢？ 聽講咧，啊，還是有啲顏礦，有同時打一排，唔知有幾火啊，就投降。咁嘅時候咪群眾心心兩兩話咩？哇！好啊，日本仔投降，點啊點啊，心情好歡喜咯。冇打日本仔，即係冇話。即唔俾你打。唔俾打。又基地唔俾你同打嘅，啊。